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酸，欢迎收看嘉伟七号礼拜四婚礼新闻。经济部准备伫部中乡台糖公司林拿用地来开发大约99公顷的产业园区。为着开发案的进度，经济部部长王美花伫立委苏智芬的陪同之下，来甲部中完成业标，向民众进行说明，并伫园区完成了后，提供大约3500个工作机会，到时就会让去影响的人在家乡来就业。进行一个产业园区的规划跟开发，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去年5月部中乡台糖公司林拿用地即将配合着行政院循环经济方案，开发大约99公顷的产业园区，而且届时会创造大约3500个工作机会，这对地方的经济发展是真大的好消息，所以大家会当讲是真期待。咱地方少人嘛，啊，即马你也开发了人的回来嘛。哎呀，一寡少年人走了了啊，剩老岁仔厝尔嘛。因阮的子孙拢出外做工去啊，吼啊，拢厝的拢一寡老岁仔，啊，希望讲若遮有人，就当倒来遮有工去做，按照在生存，啊，无出外嘛袂使，吼啊，希望安尼。会当开发，会当来遮做工去安尼。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立委苏智芬的陪同之下，到部中完成业标进行说明，并且向大家宣布相关的时程，希望大家会当两早看到产业园区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呢，在希望今年内政部跟环保署的审查哦，在今年6月如果通过，那我们就可以在年底的时候呢就开始动工。那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动工的时候就同时可以让厂商可以来预登记，好，那这个可以有兴趣在这边投资的厂商，其实你就可以密切来配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时程哈，赶快来预登记。针对青年回乡就业的问题，立法委员苏智芬嘛希望赶紧向劳动部或者是好位科技大学来争取职业培训的课程，帮助少年人提早得到头路。未来的话会创造3500个就业机会哈，啊，这对于你来讲是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我会找劳动部，也会找国立湖北科技大学哈，看能不能开辟一些技职训练班，因为你取得有一些专业的执照，未来的话进入大的公司，你才会有哈，才会有你的容身之地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加紧来做。目前总工程搁伫咧开发当中，而且这个月26号搁会召开说明会，希望到时阵乡亲会当参与。为婚的经济出一份力量，记者李伟昌报道。